你平时是经常来爬山了是吗？我现在主要是父母催的厉害是吗？那现在南宁那边就是还没上班嘛是吗？现在好多都还没有开工啊。那你平时在家里的话，父母就经常催去，伤心是吗？还有隔壁啊，村里面的人就觉得，呀，三十多还没结婚呢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他们有没有问啊？我就是经常有那些媒婆来介绍是吗？但是你觉得都不合适是吧？都是养蜜蜂的吧是吗？是啊，他们拿上来养蜜蜂。这边这个空气好。你平时就有空就上来爬了是吗？出点汗呢，这样压力就没那么大了。慢点还行。这是养蜜蜂啊，你看。平时一个人你也是敢爬的是吗？这个也没什么，挺安全的。现在在农村的不像以前。是啊。平时你都是爬到山顶的吗？这个挺高的哦。爬这么高我都不敢爬，太累了。好像又没什么大路哦。释放一下压力哦，因为这山上够高，都是石山，我也